大宝呀，你的马甲掉了。希望大家在奔赴自己的星辰大海的旅途过程中不忘初心，也祝大家心有所想，皆有所成。这回说漏嘴了吧，小宝生日文案就是出自你的手笔呀。奔赴人生旅途中又是总有收获，期待满满。我的天，这是强迫症犯了吗？饭呢，我比较喜欢就是粒粒分明，然后完全不粘，特别有嚼劲口感，所以难怪小宝要买滑滑梯的勺子呀，可以不粘勺啊。两种颜色吸管毫不犹豫选择红色，因为正好是红黄绿你最喜欢的颜色组合呀。大宝最近直播这三个颜色出镜的频率挺高呀，小事今天晚上直接卡点了1833呀，就是那么巧，小奥今天火热热烈值正好还是百分百。对，我也想。你最近在保持身材，一点点，确定要吃吗？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很好奇，就是他。你这是吃了个牛肉末吗？